免费用一键生成竞技影片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有一批人早就用上了 Sora 2，他们不拍片不请演员，只靠 AI 就能玩出你想不到的尺度。尤其是这次，我把 Nano Banana、C Drive 4、Sora 2三个模型强行混在一起魔改测试。现在你只要输入一句话，不论是图声视频还是纹身视频，都能轻松玩出近距离画面。这自由度连 GPT 都望尘莫及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别闹了，媳妇儿。管谁叫媳妇儿呢？这次的平台更新，我必须说一句，太狠了。除了图片生成功能大升级，还直接接入了 Nano Banana 和 C Dream 4模型，再加上这次开的 Sora 2接口，三模型融合的生成效果真的像是 AI 串烧现场。如果我是 DJ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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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DJ。如果我是 DJ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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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DJ。现在你不仅能自定义纹身视频，还能图声视频。而且接入的 Sora 2是真实模型，不是山寨模拟。简单讲，以前是帮你画面补充，但现在他在帮你拍电影啊，朋友们。开始搞事。打开 Chat Art， 还是那个熟悉的界面，但这次更新不一样了。传说中的大人模式又来了，这回不只是抖臀舞，还有牛奶浴、番茄汁，甚至还藏了一个隐藏模式。我是完全不敢看呢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点进聊天。切到生图模式，选上 C Dream 4.0， 接着我给它贴上提示词，召唤出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，点击发送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得到同一个人物四种不同造型的照片啦。接下来进入有趣环节了，点开图片右上角，先保存一张你最满意的造型，然后切换到 Nano Banana 模型，选参考图，把刚才的人物照片上传。接着神来一笔，添加删除实体，我们要来给他换身新衣服试试看。最后输入提示词，一键发送。哇，瞬间变装，这比换滤镜还快呢。人物的脸部和身体细节都完整保留，只是换上了新的衣服。看好了。这画面，布料在减少，魅力在上升。接下来我们要让人物动起来了，在左侧选择影片区域，点击图声影片，默认使用最新的 Art Motion 4.1 模型就可以上传刚才人物照片，从你之前的十几套衣服里挑一套喜欢的直接传上去，然后输入提示词，一个女孩骑着闪亮的自行车，头发随风飘扬，神情高兴，再选好视频的质量和时长，最后轻轻一点产生，一个活灵活现的角色就出现在你眼前，不但动作自然，表情生动，连头发随风飘移的细节都精准还原。像我这种想省点事儿的人，懒得输入提示词也没关系，直接用他们内建的模板就行。来，我们就试试这个模板，给人物挑一套衣服，然后直接生成出来看看吧。挺有意思的，不过小心身边有小朋友哦。打没 ？Sora 2最关键的几点就是声画同步。他的音乐、音效、台词都会跟画面同步生成，你让他说啥唱啥他就说啥，就算你不要求台词他都会给你配。打开纹身影片模型，选择 Sora 2，输入提示词，比如一个女孩和山姆奥特曼去夜店跳舞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实测一分钟左右还是蛮快的。你跳的比平常还好哎，因为有你啊，没理由不尽力。那就别停，再来一圈。好，听你的。这是我用极简的提示词出的几个类型片，提示词就是一部奥斯卡影片，爱情片。I came back because every road led me to you. Then stay. No more leaving. Not again. Not ever. 中国古装短剧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和我们。已经是不同的路了。手机拍摄的农村带货视频，来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是咱家地里刚刨出来的沙地红薯，蒸出来冒着热气，粉糯香甜，十斤一箱，29.9元，包邮到家，坏了烂了都给你们再补发。怎么样，操作是不是很简单？还有更多工具等你来探索。对了，很多人上次留言问这工具是不是要付费？是的，终身计划相当于0.01台币，这块真的很划算。小丽听到的专属优惠码也送给你们，支付时写上，大家就可以享受专属8折优惠啦。中国大陆地区如果打不开 Chat Art， 记得要开全局 VPN 模式。所以你会选择哪个呢？
好啦，今天这支 Chat 2爆点实测就先到这边。老实说，这次的更新真的是狠的，我都不太敢全开给你们看。一站搞定图片加视频，连官方封印中的 Sora 2模型都能跑，自由度尺度都高到有点吓人。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让你来玩这个工具，你最想先试什么？是自定义纹身视频、 AI 图身视频，还是那个大家都懂的大人模式？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挑几个最有梗的留言，下一支影片就拿来做实测示范。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